你知道中国最美的田园在哪里吗？有着中国最美田园之称的梅干岭梯田位于鸡西县加蓬乡，每年春季金黄色的油菜花盛开在层层的梯田中，错落有致。如果自驾来这里的朋友，一路上还能欣赏乡村的田园风景。抵达梅干岭后，沿着小路一直往下走，穿梭在身边的油菜花丛中，让你置身于世外桃源。加蓬乡最大的油菜花的话就属于这个梅干岭，到达观景台上还能俯视整个梯田的全貌。如果大家早上要来拍这种云雾的话，一定要早上一定要多穿一点，因为这边的气候就是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，运气好的话一早你还能看到梯田云海，眼里看到的是山水田园风景，闻到的是淡淡的油菜花香。我们这个田和当地村民闲聊两句，路上看到热爱旅游的摩友，高低错落的梯田和房前屋后的油菜花美如一幅画。夕阳西下，出发下一站。